春节档期旺季效应，那么游戏橘子二月份合并营收9.7亿元，月成长40%，年增14%，创下了单月历史新高的纪录。旗下主力游戏推出了改版活动，广受玩家欢迎。除了游戏事业有好成绩，旗下的娱乐影音布局也有积极的进展。